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一个神秘的枪械发烧友。这个对枪的一些了解啊，就是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枪支爱好者的范畴。民警化妆侦查，巧妙周全，破获网络贩卖枪支案件。搜查出来是九把枪支。寻找买家，一线正在播出。要几把？不跟你说好了吗？两个。钱不有，还给你全吗？咱们不讲了吗？都能。当面不还能都能讲吗？对不对？哎呀，我这枪啥？啥枪？不还是等网上你给我发那个枪吗？我拿你看啊。你带了吗？带了。你带我瞅瞅行吗？就这个呗。这跟真的差不多哈，这完全就是真的吗？你再讲讲，你这是便宜两千块钱。便宜不了，都不容易。那动静。这是大连边防支队河口边防派出所的民警在化妆侦查时拍下的一段视频，当对方递过手枪的那一刻，侦查员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我们在抓捕的现场是在一个居民区，人员比较密集，然后他既然已经亮枪了，我也不敢说是实施贸然的抓捕，害怕这个枪里的或者他随身携带其他的武器对旁边的居民造成伤害。把枪拿到手之后，我还把这个枪的那个弹匣这些东西全部卸了下来。这支手枪究竟是真是假？带枪前来的又是什么人呢？事情还得从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起。我们辖区王某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询问他是否购买枪支，因为王某啊，他是本来就是一个枪械的爱好者，在那个电话当中，他就询问这个人是具体是什么情况，都有什么枪支。他讲的就是说，我这边那个有那个仿真枪，你喜不喜欢玩儿啊？我这个枪做的跟真枪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打钢珠具有那个一定的杀伤力啊。你是上山打鸟啊，或者是打一些野物啊，都可以的。这名陌生人还给王某发了一些枪支的图片，问他是否感兴趣。因为他发微信的时候啊，有那个图片看见那枪啊跟那个真枪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陌生的号码，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却知道他是一个枪械爱好者，这让王某心生疑窦。感觉不太对，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这个人会找到我要向我换枪？难道是我平常的一些言语啊或者一些什么举动啊，这个人认识我或者了解我，或者说是对我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就是怀着这种心态来到咱公安机关的。他也感觉到害怕了，怕那个嫌疑人对他进行监控啊，或者对他跟踪什么的，因为嫌疑人掌握他的信息掌握得比较准啊，所以他到所进行报案。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民警分析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贩卖枪支的案件。我就仔细地询问一下他整个的过程，并且包括对方的手机号码啊，包括他的微信号码啊，我都要了下来。然后当时他也给我提供了一个这个人的那个 QQ 号码。为了试探嫌疑人的虚实，民警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以买枪的名义，通过网络跟他那个进行联系，实行那个逐步深入，就是慢慢了解他的心理，让他那个对咱放松警惕，确实让他感觉到咱是那个想买枪的。通过手机和网络聊天工具，侦查员逐渐接近了这名嫌疑人。当时我联系上这个人心里也是有戒备的，他跟我说话也是支支吾吾的，也是不太具体的跟我说这些枪支啊，或者说这些弹药啊是怎么回事。虽然联系频繁，但嫌疑人的警觉性很高，聊天的内容也只停留在枪械知识的交流上。然后我说我特别喜欢，我对这个枪械呀比较有研究，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我对这个枪也稍微有一些那个懂一点，我就开始陆续跟他聊，你那都有什么枪支啊，都什么样的呀。他就是说感觉你对这个枪感兴趣以后，他给你介绍一些这个枪支性能啊，但是他不承认他是卖这个东西的，他就是以那个对这枪感兴趣的进行一些那个就是互相感兴趣的一些讨论。交谈中，为了取得嫌疑人的信任，侦查员尽量用一些枪械爱好者的行话试探对方。
枪这东西，行话有的时候鸡和狗的分别，鸡和狗啊，就是说有电枪和气枪的分别。我们一般那个玩仿真枪人呢，或者这些这个贩枪人，都把这个电枪叫做鸡，气枪叫做狗，它们的区别就是以气或电，那个是需要就是做那个平压压缩器或者是电力作为这个能源。逐渐建立了信任，嫌疑人也从泛泛而谈聊到了具体的枪支。这个对枪的一些了解啊，就是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枪支爱好者的范畴，几乎可以媲美我们的枪械员，就是非常如数家珍。说的一些像那个克洛克或者是一些那个勃朗宁之类的世界名枪，基本上精准到枪型、枪号，包括它的子弹出数、这个弹药基数，还有它这个撞针那个位置都想得非常清晰，让我们非常这个惊讶。连续几天的聊天，对方逐渐放松了警惕，民警趁热打铁，直奔主题，一点戒备心就没有，开始所有的一个枪支的种类啊，包括这个枪支的型号，包括这个杀伤力啊、重量啊，所有的枪支填弹的是填弹量，所有的信息全都告诉给我了，引导你一步一步主动提出说有这个购枪需求，要不你哎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这个购买渠道啊，我们分享一下，用这种方式一步一步的去打上他这个贩枪的这个意愿。可当侦查员提出购买枪之后，对方又开始闪烁其词，会问哎这个枪正常的这个枪的话枪价会是多少钱，这样他就会想哎你这想太多了，这是人家军警用枪或者制式用枪，市面上买不到，但是我听说有仿真枪可以买到，仿得非常精美，非常接近，非常漂亮。这个时候这个枪支爱好者自然而然就会随着他这个诱导，就会问那你说这种仿真枪哪里能买到，他一般不会直接会告诉你说我这里就卖了，是会说我介绍给你，一步一步暴露自己贩枪的这个欲望。本身我不卖枪，就是我能通过别的途径能给你买到这个枪啊，看你需不需要啊，但其实就是他自己在那个贩卖枪。民警随即抛出最后的诱饵，提出要购买价格最高的一支枪。他当时给我开价在10000元左右这把枪，当时我们两个就聊，我以一个爱好者的角度去跟他讲价，然后最后我们确定的价格是在7000元左右，然后当时约定了是枪支弹药的数量都约定好了。聊了得有2天的时间啊，因为他迟迟那个不说什么时候进行交易啊，因为他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买枪，所以说他不会轻易去给你进行交易。2015年7月27日，嫌疑人终于同意当面交易，地点选在了一家商场附近。因为在这个地方交易的话，一是不会引起人注意，二是如果一旦有事的话，他容易那个逃身，人员比较密集啊，人来人往的地方。按照约定的时间，民警来到交易地点，可嫌疑人却迟迟不露面。当时也比较紧张，一是他是卖枪的，怀疑他是不是有真枪存在，二是这个交易地点是在那个繁华的地方啊，怕一旦他要是真有真枪的话，会伤及到附近的群众。民警化妆侦查巧妙周全，破获网络贩卖枪支案件，搜查出来是9把枪支。寻找买家一线正在播出。一个多小时后，一名中年男子来到了交易地点。制定的抓捕计划就是先由我去跟这个人面谈，谈完之后我发出信号，比如说是我是点支烟或者说是系鞋带，只要我发出这种信号了，立马对这个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要几把？不跟你说好了吗？两个钱钱不有，还给你钱吗？咱俩不讲了吗？都能当面不还能都能讲吗？对不对？哎呀，我这枪好。啥枪？不还是从网上你给我发那个枪吗？我拿你看看。你带了吗？带了。你带我瞅瞅行吗？警觉性特别强，他的那把枪一直没有拿了，一直没有拿出来。然后就是当时怎么讲，他都是这把枪，他就一直先不拿。他说你如果要的话，你先付钱，我才能给你。我说那个行，我钱可以先给你。我拿瞅瞅行吗？嗯。就这个呗。
这跟真的差不多哈、啊，这完全就是真的吗？看动静，不能便宜点啊？啊？你再想想，你这便宜2000块钱，便宜不了都不容易啊。在车上待的时间很长时间，当时外围的民警，我们的这个抓捕的这个民警，我觉得非常着急。就他俩收好多钱，你看你这，这。来，我来都来，是真心实意想买这个。那再说，我也来了。那把枪呢？那把枪没电，你先看这一把，两把一样的。你看，我不得看看，我不得看到实物吗？你这你带了一把，万一那把枪跟这把枪不一样呢？两把一样。啊？我问他，我说我要的另一支枪在哪？因为他第二把枪一直没露面，所以我心里就没有底，不敢贸然的是抓捕这个信号。打气儿的啊？你气儿呢？没大。没大呀。你看你这你不带我怎么试这个枪好不好，那谁知道里面这玩意儿好不好，好用。那子弹呢？子弹没带啊。你这不说好了吗，全带了，今天给你点钱。那我先下车抽烟啊。行，先下车抽吧。由于迟迟没有见到子弹，侦查员始终没有发出抓捕信号，而且嫌疑人提出下车也打乱了事先制定的计划。当时我们事先约定的信号是，如果那个下车会给我们发那个手势或信号，我们就参与抓捕。但是与事先那个我们约好的不一样的是呢，之前我们约定的是我们家侦查员单独下车，然后我们抓捕民警一拥而上。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家侦查员下车的时候是跟犯抢者一同下车的，当时我们就害怕这个事情有变。当时我一想，他要抽着烟，是不是怀疑到我身份暴露了，还得有什么情况？然后我也没有过多的反对他，我说那行，咱们两个都下车要抽着烟。他在下车的时候点了一支烟，当时因为我民警就布控在对面，因为我这个点烟的信号啊，因为嫌疑人先点烟了，如果说我要再点这支烟的话，其他人再聚过来，怕嫌疑人跑掉。我也没有点这支烟，我就冲着对面点了一下头。首先第一时间我就拿出了手铐，先把嫌疑人制服住。我侦查员非常机智，用了一个我们平时这个经常使用的我们自己的小暗号，指了一下这个嫌疑人，我们迅速上前将这个嫌疑人抓获。当时在抓捕的现场，有一名女子就从我们的面前经过，手里拎着一个手提袋。当时我也是无意当中看到这名女子，这名女子的眼神啊，给我就是特别大的警觉，这个人能不能跟这个人有关系，认识他？因为他们两个有个对视，我感觉这个眼神两个人应该是认识，或者是关系不一般才会出现那种眼神。当民警询问嫌疑人子弹在哪儿的时候，他始终闪烁其词。上车之后我就第一时间问他，我说这个弹药在哪？他当时说他没有带。我说这个弹药你放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没有。我说刚才那名女子你认不认识？从我们身边经过那边，他说他不认识。我们就在车里给他做思想工作，他就承认，他说这名女子就是来送那些弹药的。我说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他说他是我对象。他俩没在一起，但是离得很近，他在注视这一切啊。但抓他以后，那女的就悄悄地走了。民警立即对这名女子进行了抓捕。那个女的是不是？看车那边是不是那女的？是不是？大点声。是啊。找到他以后，从他包里搜出了40发子弹，当时他还不承认认识这个男的，但是那个男的已经那个对他进行了指控，就是他们是一起的。随后，民警又对犯罪嫌疑人的公司进行了搜查。好好翻一翻，看看那个电白下面有没有。这有一把。对。这个是，这样的，有的，还抽着一个。
查出来是9把枪支。在他的办公桌上呀，我们发现了一个笔记本，我们翻看查阅他这个笔记本，发现他有卖出去枪的记录，他都记录在那个笔记本上了。咱们按照他那个交易记录，然后逐个进行排查，调查那些之前购买枪支人，只要那个能联系到的，咱都追回了。现在目前为止已经追回来了4把。对查获的枪支，公安机关也进行了技术鉴定。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这个枪支管理规定和枪支标准，只有是那个子弹出数达到1.8千焦每平方厘米，它才能构成枪支标准，才能算是一把仿真枪或者是枪支。最后鉴定结果就是4把枪符合标准。他的枪支来源，他说是从网上购买，他的枪支就是主要是零部件，买完之后他自己操作把这个枪支给组装起来，他也不是说是整支枪从哪购买进来，他只不过是自己一个这个买两个零件，那个买两个零件，凑成那么一支枪，然后向外卖。据嫌疑人交代，他自己就是一名枪械爱好者，但在利益诱惑下走上了犯罪道路。他这个利润很高，通过他那个网上那个记录，咱可以看到，他通过那个购买零部件组装以后，成本都在2000到3000左右啊。但他贩卖他的记录以后，都是在8000以上，甚至超过10000。他的每把枪支能达到7000-8000的利润。在销售枪支时，嫌疑人也是胆大妄为，随机拨打手机号码寻找买家。他的贩卖手法主要就是通过，就是拨打号码，他的拨打的电话号码，比如说是尾号是豹子号或者几连号或者顺子号这种电话号码，他就进行拨打。因为他是抓住了就是购买人的一些心理，他说因为他卖枪，他知道他本身是违法的，但是买枪人也是违法的啊，只要你卖我枪的话，你就不可能去揭发我。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警方提醒，非法收购持有具有杀伤力的仿真枪也涉嫌违法。男子接连疯狂作案，出租车司机深受其害，可以变成一个枪劫案。嫌疑人行踪诡秘，案件侦破困难重重。听到了风声，可能是潜逃或者隐藏起来。他为什么把黑手一次次伸向无辜者？他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在警方的视线当中？危险乘客一线正在播出。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的刘女士平时在县城里开摩的拉活挣钱。2015年6月3日，一名男子上了刘女士的车，而这名男子接下来做出的举动让刘女士大吃一惊。他都上车，哎，拿两个钱不？他怎么跟你说？那个叫我拿两个钱不？啊，我给他。哎，还问了怎么我在给你钱？我说你坐车是吧哈？啊，说你那个你拿不？这样说。嗯。嗯，叫人谁也不能给，你说什么还挣个钱很辛苦。打车男子的一番话让刘女士措手不及，还没有等刘女士反应过来的时候，车上的男子便开始抢夺她的钱包。你包里当时一共有多少钱？200多块钱。反正不到200，总共230多块钱。然后他都那个啥，都拿我的包啊，拿我包我都上挣多呀。你瞧你的包。啊、嗯。挣多我都不给他，我都那个啥，都用多还多拿，咋没收啊？怎么砸的？说砸说拿上的锤子，那个啥锤子啊啊对。啊，那你咱一个妇女胆子啥的有劲。乘车男子抢走刘女士的钱后迅速逃离现场，而刘女士也被刚才的一幕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好几夜没睡个觉，关心这个事好几天。好几天没睡了。哎，我那奶吓都没敢出来，我家里人都没敢说。3天后，逐渐平静下来的刘女士这才想起来报警。按照刘女士的描述，警方了解到，犯罪嫌疑人是在县城里上的车。他告诉刘女士要到南站镇的刘曲铺村，而刘曲铺村位置偏僻，刘女士没有多想就向目的地驶去。这是回家拿东西，有急事儿，然后就引到这边这个路上来。当时这全因为这四周全是这个玉米地，从租车和变租和温柔的一面，
他那有一个小细节，哎，买了两瓶矿泉水，啊，给一瓶给女司机，女司机感觉这个男的还很客气，可没想到到了这个他的目的地以后，就有点露出凶相来了。在刘曲铺村一条没有行人的乡间道路上，犯罪嫌疑人对刘女士实施了抢劫。那么犯罪嫌疑人究竟是谁？作案后他又逃向何处呢？年龄大概在60岁左右，那个年龄比较大，并且那个短头发，身材比较高，大概在1.78米左右，是老个儿，但是看穿戴比较好，穿着牛仔裤，穿着那个蓝色上衣。是没有发现监控视频，因为都是在庄稼地，离村庄比较远，比较偏僻。对，再一个就是路虎比较多，土路乡间土路就比较多，庄稼地不知道在哪个路虎那个逃跑的。由于案发现场是偏僻的乡间道路，这里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去向不明。而就在警方对这起抢劫案件进行全力侦查的时候，汶上县公安局指挥大厅里又相继接到出租车司机的报案电话。喂，哎，你好，杨玲。喂，你好，我是那个平原的出租车。你说。啊，我找那个，我从那个平原北站接了个客人，他说找奶奶，让我找奶奶来，他走到那个路上，他连我的手机的钱都抢走了。多少钱？啊，我的钱是，我收完钱以后300多块钱。我找的那个这个出来这个路上那个大哥的手机，我说我报个警嘛。咋样了呀？这个男的有40多岁，他穿什么衣服？这男的穿了一个蓝色的那小格格那个小衣服上身，下身穿了个牛仔裤子。是报案人当时跟他说的身上有匕首，当时的时候，那个恐吓这个女司机，那个把身上的钱就是全都掏出来。是从6月3号啊接到报案以后啊，很有规律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每隔一周左右啊发生一起。他不光是从济宁啊，还从我们汶上县城，不管是正规的出租车，还有一些摩的，啊，都是往那个方向。从多个报案人的描述中，警方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坐上车后去的目的地都是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汶上县南站镇。经过进一步研判，警方确定，多起抢劫出租车司机的案件是同一个人所为。我们认为这个包括那个作案手法，给这个受害人描述的那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这应该就是一定所为。他的作案手段，哎，他的这个往同一个方向啊，这么执着啊，就往了一个地方去，应该是一个惯犯。在对案件进行进一步梳理后，警方发现，在接连发生抢劫出租车司机的案件当中，被抢劫的司机都是女性。从这一点来看，犯罪嫌疑人作案之前都经过了细致谋划。他侵犯的对象都是一些女出租车驾驶员，并且他寻找的作案目标女驾驶员都是身材矮小的。他身材矮小的，在他那个拿着持刀威胁的情况下，大多数女受害人被已经吓懵了。那么，这名危险人物究竟是谁呢？对于警方来说，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行踪，确定他的身份，成为了案件侦破工作的重点。接下来，办案人员扩大调查范围，在案发现场周边调取了大量视频资料，结果有了重大发现。监控视频显示，2015年6月9日下午2点多钟，在南站镇一个村庄的道路上，一辆摩的停在了进村的路口处，从车上下来一名男子，然后进入村庄。过了将近1分钟时间，这名男子从村庄出来，再次回到摩的上，之后摩的顺着道路向村外驶去。这段监控视频为什么会引起警方的注意呢？其中有一起，我们在路上找到那个嫌疑人作案的时候经过一个村庄的监控视频。他租赁受害人出租车的时候，在村庄的经过，受害人指认那个嫌疑人。原来，摩的女司机载着那名男子从监控画面中离开。当车行驶到不远处的南站镇潘村时，乘车男子对女司机实施了抢劫。通过受害人
这个比对，哎，作为人辨认吧，作为人辨认，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天网工程，这个抓拍了一些镜头，啊，通过比对，基本认定，啊，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那我们又通过询问，摩的司机，说是从文昌县医院拉过来的。我们把整个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经过的路线，哎，每一步的路线都进行收集、整理、分析。警方又对另外几名受害女司机进行了调查走访，最终确定视频当中的男子正是抢劫多个出租车司机的犯罪嫌疑人，案件侦破工作取得进展。警方在汶上县城出租车集中的地点进行布控，争取在第一时间找到犯罪嫌疑人。但是接下来让警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边正在金龙密谷进行的时候，一辆从济宁开来，济宁北站开来的一辆出租车受到了抢劫。作案手法跟描述的特征，那个与我们抢劫那个汶上县城的那个摩的驾驶员的那个作案手法是一致的。而从我们汶上县城转移到济宁汽车北站继续作案。针对出现的新情况，办案人员调整部署，赶往济宁市汽车北站。而这一次警方能够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吗？在济宁汽车北站布控的几天，三天以后又作案了，又继续实施从汽车南站那个汽车南站租了一辆那个出租车，也是女驾驶员驾驶出租车，一直租到我们南站一个村庄附近的偏僻地方上又实施了抢劫。当时那个办案人员感觉到当时有点绝望了，说我们到哪里布防、哪里布控，都能警到风声，这个比较狡猾。他能转移不同的地点去出租那个寻找那个作案车辆。接连出现的状况让警方措手不及，再次对案件进行梳理后，警方及时改变工作思路，把汶上县南站镇各村庄的乡间道路作为案件侦破的突破口，希望在这个区域里能够有所收获。就是在案发现场进行搜后，对，我们调集了派出所和巡警和刑警的三方面力量。就在警方对重点区域进行巡逻和守候的同时，一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犯罪嫌疑人实施作案的地点为什么都选择在南站镇？难道这里边还另有玄机吗？应该是附近村庄的人，我们进行排查，进行严格的调查走访，看一看这个是否有符合这个人的特，是否有符合这个人特征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警方对南站镇的村庄进行排查的过程中，一起十几年前发生的抢劫案突然浮现在办案人员的脑海里。不光叫盛林林，别名叫陈胜海，绰号叫陈天牛。这个人曾经三次被人盗窃抢劫，被逮捕判刑。我忽然间想到，当时陈天牛的那个作案手法，专门抢劫女出租车女摩的驾驶员，这个作案手法，跟当时的作案手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办案人员所说绰号叫程铁牛的男子是南站镇程四村人，因犯有抢劫强奸罪，于2002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如今警方面对的多起抢劫案件跟当年程铁牛的案子极为相似，难道还在服刑期内的程铁牛就是系列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吗？我对他就展开了一些调查，通过和监狱联系，并且和那个当地派出所联系，竟然发现，在5月29号，这个陈天牛已经被减刑释放了。我们第一起案件是6月3号发的，从这个时间点上，陈天牛的嫌疑又进一步增大。经过调查，警方了解到，陈天牛没有成家，唯一的亲人是他的哥嫂。刑满释放后，陈天牛回到哥哥家，只待了几个小时，陈天牛就离开了，之后下落不明。另外，警方还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2015年6月1日，程铁牛曾经到所在辖区派出所办理过相关手续，而在派出所的监控画面中，警方找到了他的清晰图像。
经过多名受害女司机的再次辨认，程铁牛就是实施抢劫的犯罪嫌疑人。就在犯罪嫌疑人身份被确定之后，2015年8月31日，一直在蹲点守候的侦查员有了重大发现。发现了从摇龙国道过来一辆出租车，是一位女驾驶员驾驶，在扶手上，我们那个看到了他，也是一个男的在一个乘客是坐在扶手上。通过那个驾出租车走近的时候，侦查人员就猛然发现坐在扶手上的就是犯罪嫌疑人。我们的人员都上级跟随这个出租车进行堵截，发现我们公安人员在后面追，他就吓得赶快让出租车停下，跑到玉米地逃窜了。我们又组织了所有的其他的卡点，哎，进行围堵。但是那个玉米地啊，也比较这个太高，地太大，那好几百亩地，我们围捕了好几个小时，哎，最后一看效果不佳，就放弃了。眼看就要抓捕成功，结果还是让程铁牛给逃脱了。虽然这次抓捕失败可能会导致打草惊蛇，但是警方相信程铁牛一定会再次出现的。我们通过分析认为，他每次抢劫钱以后是用来挥霍或消费。每次在一个礼拜以后，估计就是他那个生活觉醒了，钱花的差不多了，才有实施下一步的作案。在9月9号，又出现了。怎么出现呢？在我们辖区一桥镇，以这个出租车司机报案，由于抢劫的，所体貌特征，符合这个陈某某的这个特点，叫他报案以后，我们就组织这个所有的专案组民警，进行围堵。这一次啊，我们也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跑掉了。警方注意到，这次程铁牛作案的地点已经不再是南站镇，他是在有意躲避警方的抓捕。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警方已经完全掌握了他的行踪。就在程铁牛准备将抢劫的赃物进行销赃的时候，警方对他实施了抓捕。犯罪嫌疑人程铁牛归案后，对自己的涉嫌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女司机吧，我觉得她再一个说的比男的好强点，就是说。都能抢多少钱一个？二百块钱就是。现在去了，我这就是上了县城，上县城就在这玩了。刑满释放后的第五天，程铁牛再次走入歧途。他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哥哥家和亲人在一起，反而是又重操旧业了呢？我也没什么沟通，就对我很冷漠。对你很冷漠？为什么呀？也许我考虑也许有我这个犯罪怎么的。程铁牛一直强调自己是遭到冷遇才再次走入歧途，但是显然这样的辩解不能够为他减轻罪责，这样的辩白同样也不能成为他去伤害无辜者的理由。这样的借口在事实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等待他的终将是法律的惩罚。在此，警方还要提醒大家，一旦自己的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要保持冷静，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特别是女驾驶员，第一，不要拉着陌生男性到很偏僻的地方去，出租车最好不要出城。第二是，如果真受到了不法侵害，遇到抢劫，第一时间呢要及时报警，为我们警方这个及时破案和抓捕犯罪嫌疑人提供便利条件。